我们把这些人全躲进屋去。请帮主。 装的倒像，拿出来。大爷买烧饼，一文钱一个。吴道通，你拿不拿出来？老汉卖饼除了烧饼之外，还有什么可以给大爷的呢？玄铁令。啊！你还在装模作样？摩天居士谢延克的一枚玄铁令落在你手里，你趁早把它交出来。 你还可以活命。要是死了的话，玄铁令还有什么用啊？哎，是啊，人要是死了，什么东西全都没有用了。上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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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曾看到有一批人向那边去。谢谢。玄铁令，小兄弟，你别怕，你手中的玄铁令是哪里来的？玄？是啊。你手中的东西叫玄铁令。 谢烟客，啊！不错，是我杀了吴道通，可是我没找到玄铁令，就算找到。 我也不会给你们，哼哼，只怕不容你不给。白师哥，文师弟、风师弟、花师妹，你们好。玄铁令不必争了啊！雪山派来了帮手啊！江湖上哪个不知道玄素庄庄主夫妇把自己儿子送到雪山派去学艺？这个小畜生！大家都不用争了。 玄铁令已经叫主人收回去了。啊，我天居士，现在不必怕我。你我三年一度赏善罚恶之期还有两年，到时再怕不迟。全给我滚！不要惹我杀性一起，一个也不放过。谢居士，请等一等。 谢居士当年发出玄铁令之时，曾经许下诺言，天下皆知。不错，得我玄铁令之恩，可以求我做一件事。所求之事，不论如何艰难，可是难不倒我谢某人。正因为这样，武林中人才为这玄铁令你争我夺。如今玄铁令我已收回来了，也可以免得你们各怀鬼胎。谢居士。 这玄铁令
是你从这位小兄弟手中接过来的。照你当年誓言，这位小兄弟若是求你一件事，你便不能拒绝。小兄弟，你快求这位前辈不要再借赏善罚恶之名，三年一度大开杀戒，快去！ 谢居士，别忘了你的誓言，不能杀害把玄铁令交给你的人呐！哎，刚才本来是各门各派、各帮各会的一线生机，可以令谢烟客不再出手杀人。可是，白师哥，几位是什么时候进中原来的？下山来的不止我们四个。 可是雪山派发生什么大事？正是，本派出了一个孽徒，意图强奸白师哥的爱女，又伤了几个同门师兄弟，逃下雪山，我们是奉命抓他回去。文师哥，你说的不会是我们玉儿吧？哼，就是两位的宝贝儿子石中玉。玉儿从小骄纵一点也是实情，可是他绝不敢如此大胆妄为，是不是另有别情？另有别情。 总不会是我女儿引诱他？小女今年才15岁，被小阴贼凌辱，已经投崖自尽了。那是几时的事？一个月之前。各位放心，并请上父雪山掌门，我们夫妇俩无论上天下地，一定把他找出来问个明白，听凭雪山派处置。好，有石庄主这句话比什么都好。雪山派倾巢而出，不找到小畜生。 绝不回去。好。你求我别奔得这么快，再这样奔下去，你一定会脱力而死。我。 我可没求你啊，是你自己停下来的。你是小叫花子，向我乞讨也行，我会给你银子。我妈常叫我说，人家会给你的东西啊，你不求，人家也会给你，求也没用。哎呦，哎哎哎！好。 就是我住的地方。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狗杂种。哪有人叫这种名字？我不知道，我妈一直这样叫我。狗杂种这个名字太难听了，你要不要我替你取一个名字？不，妈一直这样叫我，我改了名字她会不高兴。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只有我妈。 我跟我妈一直住在荒野山上，没有见过外人。早几个月我睡醒了，妈不见了，我下山来找她，连回去的路也不认得了。你想不想知道我是什么人？此地叫摩天崖，我外号摩天居士。江湖上人一听到我的名字，就吓得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那是为什么？摩天居士这个名字。 和狗杂种差不多，并不像人嘛。啊！哼！你看我本领大不大？大极了，简直不像人。什么？ 啊，像天上的神仙。好，我知道你一定受过高人指点，想求我教你武功。你开口求我吧，我会答应你。我学武功干什么？我不求你教我武功。你不求我，我也要教你。
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全身像在火炉一样。不要紧，我教你不润法子。你体内真气全在阳位运行，如今真气要改行阴经，你顺我手按处，运行真气。 是为了要遵守我玄铁令的诺言，不过我教你气功，却不教你阴阳交汇之法，让你体内真气自相撞击而死。这样一来，你的死，哼哼，就怪不得我了。小子，你等死吧。 像是帮主，快，不管怎么样，进去看看再说。嗯。啊！这人的身子比火还烫。胡说，比冰还冷。这个人练了极上乘的内功，可是不得其法，走火入魔，危在旦夕。那怎么办？哼，我外号叫着手成春。 可是白叫的，延他几天性命，总可以办得到。把他抬回去再说。是。玉哥，玉哥。 醒过来了，有人来了，我等会儿再来看你。嗯，帮主醒了，我报告贝堂主去。 这个人像是帮主，可是练功走火入魔，这不知道是不是拖得到谢延克那大魔头前来。从长江上有传来的消息说，谢延克到了，铁叉会总舵要赏善罚恶，杀137个会众。他们的总舵主又不肯挺身而出，保护会众生命，硬是叫谢延克杀了137人。长乐帮这三年来，谢延克要袭以来，至少要有350人在他该杀的名单之内。 贝先生，你我谢延克人虽可怕，可是他说过，不论是哪一帮会，只要帮主肯挺身而出，
肯为全帮赎罪，全帮就可以免难。我们已经找到了假帮主为我们赎罪，还怕什么呢？我们三个人要保守这秘密。贝先生，帮主醒了。哦，帮主，帮主醒过来了，真是谢天谢地。哎，三位是？属下贝海石。属下朱恒野。属下秋山峰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哎，你们叫我什么？我怎么会是帮主？帮主姓石，名中玉，就任长乐帮主已有两年，怎么忘了？有这样的事儿？哎，我不叫石中玉，我叫狗杂种。这两年来，我一直在摩天崖上。帮主练功走差了真气，有点神志不清，还是多休息的好。属下不再打扰。哎，你们等一等。我真糊涂了，我明明是在摩天崖，怎么会在啊？姐姐，请你过来。过来了，你好趁机毛手毛脚，不三不四啊。什么叫毛手毛脚不三不四？你真好看。哎，你是这里什么人呢？你不认识我？嗯，我叫世界，是个丫鬟。丫鬟？那是什么？哼，你别装模作样了。哎，我说的全是实话，我根本不是什么帮主，我要找他们说个明白。你躺下。你相信我了？我只相信你对以前的事全记不起来了。我怎么会这样？一定是练了谢老伯教我的气功。启禀帮主，属下展飞求见。帮主，淫贼，你也有境界？展堂主，你淫贼，淫我妻子！我与他拼命！你开杯掌，名震天下。帮主，他怎么了？我没打死他，却叫他反震了出来。什么事啊？什么事啊？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。哎，我好了，身子不冷也不热。淫贼，你抢了我妻子，我！我抢了你的妻子，我抢你妻子干什么？你刚才可是打了我一掌，哎，你打了我一掌，哎，我反倒好了。不再发冷发热，身上嘿也不再疼了。嘿嘿，啊！恭喜帮主，展堂主开杯掌功力深厚，正打在帮主胸前山中穴上，是以令帮主体内阴阳真气交汇，神功大成。神功？
帮主，展堂主对本帮有功，请勿怪罪，饶他不死。哎，他救了我，我为什么要怪他？我得谢他才是。嘿嘿，我不是什么帮主啊，你们认错人了，这就别过。两位，两位啊，帮主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有话明天再说。睡一觉。嗯，希望一觉醒来，我什么都明白过来。是你呀、啊，哎，我又在做梦了。哎，来，啊，来，看，我已准备了酒菜，听说你完全好了，长乐帮上下高兴得很呢。姑娘，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对我那么好？我是什么人？你不知道啊？不知道。你以前对我说过的话全忘了。我？嗯。我以前没有对姑娘说过什么。我、啊。啊。嗯，打得好。这是我爷爷。哦，老爷爷您好。听到，你这个情人呆头呆脑的，可不合爷爷的意啊！爷爷，你好小子，你啊！你倒有点眼光。爷爷，您先过来，坐啊。你也坐。嗯。啊。小娃娃。嗯。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嗯。我叫狗杂种。我是什么人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您是这位姑娘的爷爷。什么叫这位姑娘？就是这位姑娘，是这位姑娘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爷爷，她最近练功，头脑有点糊涂。哎，你一直叫我叮叮当当，我叫叮当啊。叮叮当当。嗯。我爷爷是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，玉哥，你可别开玩笑啊。对，你爷爷叫丁不三，有名一日不过三。今天我可还没有杀够三个人呢。你第一次见我就抓住我的手，还想伸过嘴来亲我。嗯，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儿？我一急在你肩头上咬了一口，血都咬出来了，以后你肩上就一直有个疤。我没让你咬过，肩上当然不会有疤。嗯。阿当，这一口可咬得不轻啊，回家去。回家？当然回家。这小子是我孙女婿，不过看他的样子像是要不认账。丁布森的孙女儿既然咬了他，要是给他赖了账，丁布森以后还怎么见人呢？嗯，走。嗯，走啊，走。拜高堂，
拜呀、啊，拜。夫妻对拜。哎，叮叮当当，我不是石中玉啊，这是狗砸中啊，你认错人了。要是不信呢，将来可别怪我。混账小子，这张嘴还在撒赖，快跪下吧。哎长乐帮主坐下，贝海石向丁三爷请安。我们来请帮主大驾回总坛去。嗯，好，停。哇，不行啊，他们为了我而打架，我得给他们说明白。好了，大家听手了，大家听我说，你们全认错了人了。帮主别说笑了，如今帮中有大事，雪山派来了许多高手，要请帮主回去主持。叮叮当当，我舍不得离开你，可是你认错了人，我跟你在一起，你将来会后悔的。我不如跟贝坦鲁一块回去的好。潇洒种，你赶走。爷爷，帮主快走。长乐帮在江湖上赫赫有名，怎么帮主不敢出来见人？本帮四大堂主，你去请帮主大驾，各位请稍待。哦，听说长乐帮主是一个20岁的青年人。自古英雄出少年，也不算什么奇事。名字叫石中玉。是，帮主姓石。哼，奇怪，雪山派找了2年未曾找到，一找到就将他碎尸万段的一个叛徒，也叫石中玉。今年也该20岁了吧？帮主到。哎，见了石帮主再说。哎，帮主啊，坐。哎，嗯，这几位是雪山派的吗？啊，这位姑娘我见过。帮主认识美貌姑娘的本领真不错啊。石中玉，哎，又是认错人了。我不是石中玉啊。嗯，白大侠。哎，文师弟，我们与这人仇深似海，岂能一见了结？雪山派虽然是威震天下，可是长乐帮也不是好欺负的。哼，只要在江湖上行走，没人可以不讲江湖道义。这人由他父母送来雪山学艺。父母？我只知道妈妈，可不知道自己父亲是谁。可是他意图引辱师妹，杀伤师兄弟。风师弟是他的师叔，他居然敢运功退技，这种人长乐帮还值得为他卖命吗？哎，那个石中玉做了这种事情真不好，不过我不是石中玉啊，你们认错了。本派剑法天下独一，每一剑之中有6个变化，留下的剑痕就如壁上。石中玉，在你犯下淫行之前，有一次曾对我无礼，我为了教训你，曾在你腿上刺了6剑，留下6个疤痕。你说你不是石中玉，那把裤管卷起来让大家瞧瞧。我根本不是石中玉，让大家瞧瞧有什么关系？哼，啊，哼，石中玉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帮主，撞他大椎穴。大椎穴在什么地方啊？走，动一动就杀你。哎，我走，我走。先让他走，别伤了帮主。
我们现在就押着小贼回山去。我们去长乐帮之前，曾和石庄主夫妇约定来这里会面，是不是要等他们？哼，他们夫妇素服侠名，总不能不顾江湖道义护着自己的儿子。白师哥，多谢你们几位称赞。玉儿，大哥，不论事情怎么样，我们和自己儿子讲几句话总可以吧？不行，再说他叫我点了哑穴，也不能回答你的话。白师哥，我们夫妇既已来到，玉儿她绝对走不掉，请白师哥松绑解穴。不行，此去雪山路途遥远，总不能就让他这样绑着。白师哥请放心，要是他再逃走，包在于夫妇身上。谁也不能包。你知道这小贼两年来躲在什么地方？他躲在长乐帮当帮主，长乐帮在江湖上声名如何，石庄主不是不知道吧？这其中想必还有曲折，长乐帮高手如云，何至于奉他为帮主？请白师兄先松绑再说。又要打了，我看还是别打的好。你被我点了哑穴，怎么会说话？这位好心的夫人，不要让我被绑着，我就起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大哥，还没问清是非就伤人，孩子不能让他们带走。孩子打起来了。孩子，快走吧，他们要杀你啊！不会的，我又没有做过什么坏事，他们为什么要杀我？非要杀我！老伯伯，是你呀？你怎么还没有？乖，你这人倒有点福气。老伯伯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人人都当我是一个叫施中玉的人，又是什么帮主，而我又好像真是这个施中玉。你说什么？哎，一时之间也说不明白。你很想说给我听，是不是？你求我，我就肯听。你要是不想听，那我就不说了。哎，你体内阴阳二气交汇，内功之强，当世除了我之外，再无人能及了。我会内功。走。哎，老伯伯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震天帮总坛。震天帮口气真不小，可是干的全是下三流勾当。老伯伯，他们干什么？三年一度赏善罚恶，震天帮中作恶多端，该死之人共有24名，是全出了临死，还是由帮主代死，给他们赎罪的机会。哼，谢燕客，你别欺人太甚。原来仗着人多想对我反抗。正是。雪山派人说你，他一定没干这种事。我是什么也没干呢、啊、你听，孩子，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处事立身，名誉比什么都重要。无论如何，你得跟我们一起到雪山去走一趟。哎、走。哎，雪山？嗯，雪山在什么地方？玉儿，你啊、哦，原来你们也认错人了。你
你连妈妈也不认识了？妈妈，我当然认识喽。大哥，你看看雪山派的人将玉儿折磨成什么样子，我就是他妈妈，他却说……你们一定也当我是施中玉了，是不是？夫人，当年出事的那天，孩子，妈给你说一件往事。20年前，你才满周岁，你弟弟出事不久，我们给他取名叫石中坚。有一个女贼是妈的对头冤家，这女贼叫梅芳姑，据说是西方魔教的公主。别哭啊！这个女人太不讲理了。还不止这样，第二天晚上，那女贼梅芳姑，你把金儿还给你。那女贼杀死了你弟弟玉儿，我们只剩你一个孩子，你一定受尽了委屈，不论有什么事，爹娘替你做主。我不知道什么缘故，可是我清清楚楚记得我娘。我就是你娘，你还不叫我？你们真以为我是啊？我不是，我真的不是。我看玉儿一定是受了什么刺激，以致患了离婚症，什么也不记得了。不要紧的，夫人，慢慢的调理，他一定还会记起以前的事。天可怜见，今日我们一家三口总算团聚了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长乐帮在江湖上声势赫赫，何以要捧玉儿为帮主？玉儿一身内功深不可测，足够当帮主有余。我看不是。对，一定是为了赏善罚恶。谢烟客。对，长乐帮3年前兴起，这3年他们做的坏事可不少，贝海石这老奸巨猾一定想利用玉儿解救他们全帮。我们既已料到长乐帮的阴谋，玉儿身上的是非已经够多了，可不能再惹这麻烦。远走高飞？不，我们带玉儿到长乐帮总坛去，对他们讲个明白，玉儿根本不能做他们的帮主。对，施中玉真是好福气，有施庄主夫妇这样好的父母，又有叮叮当当，你这样的妻子。你在说什么？你不就是施中玉吗？嗯，我们拜过天，拜过地的。啊，还好，还没有夫妻交拜，要不然啊，哼，
那真是。你装模作样，究竟想干什么？他是想不要你，这种人，一刀杀了最干净。啊，爷爷，少废话。爷爷起义杀人，没人逃得过。爷爷也是你做主叫我嫁给他的。哼，他连自己是什么人都不知道。我叫你嫁给石中玉，可不是嫁给狗杂种。对，叮叮当当，你爷爷说的不错。还说不错，爷爷要杀你。爷爷，你看他根本不还手，你杀了他也不光彩。谁叫他不还手？他武功太高，一还手怕伤了你嘛。啊！臭丫头，你放什么屁？他内功比你强。谁叫你不还手？我根本不会武功。哎，玉哥，你不会武功，我教你，教你一个月，保能打得赢爷爷。好啊，嫁了老公，要教老公来打爷爷。是你先要杀他。好，我就让他跟你学一个月，到时候我再杀他，好叫他死而无怨。哼，你以前的武功真的全忘记了？我根本没学过武功。不要紧，你内功深厚，我近一个月的时间教你，至少可以抵挡得住爷爷了。他为什么要杀我？畜生在哪里？玉儿本来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准备带她到长乐帮辞去帮主，再带她到雪山去请罪，可是她突然离去不知所踪。哼，这种鬼话只能骗三岁小孩。石某向来不说谎话，我想不论发生何事，玉儿一定会到长乐帮去，我们一起去长乐帮附近等候如何？是啊，我们在长乐帮总坛附近等候，等的十天八天，好让小畜生远走高飞。冯师弟，玉儿要真犯过这样大罪，我石某人第一个不饶她。各位可别把我看小了。好，反正在石庄主身上要人，绝错不了。好，走。嘿，嘿，好，嘿，嘿，这小子死定了，这算什么武功啊？还不到一个月，别来捣乱。好，好，好，快练！你再不用心练，不等爷爷下手，我先杀了你。我练，我练。来。震天帮八十多人，连帮主在内。全死在谢延克之手，
还有飞鱼会金龙帮，总共60多人。算来沿江而下，谢延克也该来我们长乐帮了。石帮主下落不明。那我看，石帮主就算在，也很不对头。两年前他答应，谢延克如果来，他一定挺身而出，我们才奉他为帮主，由得他作威作福。可是如今他却半迟半待。你们认错人了。从摩天崖上带下来的不是石帮主。啊，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哼，我早就知道他不是石帮主。他身上的疤是我在他昏迷不醒之际刻上去的。本来我想只要他能挨到谢延克来，说什么也要逼他上场。谁知道神差鬼使，他竟练成了惊人的内功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趁谢延克还没有来之前，先把石中玉找回来。哎，一到正午就够一个月期限了。爷爷，十几天行不行啊？不行，说了一个月，一刻也不能迟。时限到了。哎，一哥，你放心打，爷爷不是你的对手，你别光守不攻啊！啊！好的，一哥，你赢了。爷爷不再杀我了。他根本杀不了你，连兵器都叫你抢来了，他还好意思再下手啊？算了。啊！爷爷这一去，至少得在深山隐居10年，想怎么才能胜得过你？刀是爷爷的，他十分锋利，你留下来用吧。叮叮当当，我来这里整整一个月了，石庄主夫妇答应跟我一块到长乐帮辞掉帮主，我……对，推了帮主，我和你一起遨游五湖四海，逍遥快活。啊。谢延克一进来，大家一起动手，别让他多说一句话，攻他一个措手不及。是。帮主回来了。哈，帮主，你来了，那可好了，我们接到消息，谢延克立刻就到。哎，他可不再做长乐帮帮主了。是啊，我本来就不是长乐帮帮主嘛。我帮主，帮中兄弟平日如何对你，你可不能临阵退缩啊。这位对我很好，可是我。雪山派朋友玄素庄石庄主夫妇到。嘿嘿，石庄主夫妇来了，他能替我说个明白。哎，雪山派也来了，他们又要抓我。叮叮当当，你说怎么办吧。你们干什么？孩子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我跟叮叮当当去学武功啊。叮叮当当的爷爷他要杀我，嘿，我没给他杀掉。各位远来，适逢本帮有要事，请各位暂时退出，我们有重要帮务要和帮主商议。魏堂主，他年纪轻轻，怎么配当你们帮主呢？你们想拿他做挡箭牌，那可不成。我们帮他当帮主之前，他指天发誓答应替我们挡灾的，
帮主，你说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？有这样的事儿？我怎么不记得？孩子，大丈夫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如果你真答应过人家，可不能反悔啊。我就算答应过也不算什么，现在不干了。住口。孩子，你可曾答应过？是有人答应过，不过不是他。答应替长乐帮挡灾的是他，不是他。爹娘，你们来了，替孩儿做主。你才是我们玉儿。娘，怎么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了？哎，叮叮当当，你也来了。你才是玉哥，原来你一直骗我。石中玉，你还认识我吗？白师伯，你生那么大的气干什么？你这小畜生。哎，你可不能乱骂人，你骂我是小畜生不要紧，那我爹算什么？我们找了你两年，你跟我们回去听候掌门定罪。我有什么罪啊？雪山派人说你意图引辱白师哥的女儿。男女间的事谁弄得明白？白师妹不解风情却不能怪我，她是自己跳崖，又不是我推她下去的。住口。你娘，爹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？孩子，你要是做过对不起人的事就应该承认。根本不关我事吗？全住口。你们之间有什么纠缠与我无关，别做我行事。长乐帮该死之人一共是107名，我替你们找回了帮主，是他以身替你们赎罪，还是你们来领死？是帮主，你曾经答应过。答应过又怎么样？你们欺我年轻不懂事，想我送死，嘿嘿，我可没那么傻。玉儿，大丈夫说一不二，我不能带他们送死。大哥，有话慢慢说。他不仁不义，言而无信，这种儿子有不如无。大哥，我们只有他一个儿子，你怎么能够逼他去送命？你们帮主不愿挡灾，这107人拿命来吧，不相干的人全让开。老伯伯，你又要杀人了。不错，你不能再杀人了。要我不杀人也可以，得有人挺身而出替他们赎罪，我就给他们3年时间改过自新。你也当过几天长乐帮帮主，要是你肯。好，你杀我好了，我替他们赎罪。好，这才是英雄侠客。我不是英雄侠客，我是狗杂种。哎，侠士，我在你身上刻了8痕，一心想要你当替死鬼。你大仁大义，我们实在。哎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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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起来。老伯伯，你要杀我请下手吧。谢某岂能杀不还手之人？天下竟有这样的傻瓜！哎，狗杂种，这是你以长乐帮主的身份和我动手，绝不能忘我手下留情。我知道，接招！Watch this!
下士，我就当宫女下凡。好，快！啊啊！哎，他攻你头部！停！哎，开始！他！哎哎哎！哎，老伯伯，这是您的。哎，谢军师，你名闻天下，如今兵刃落在一个无名无姓的少年手中，还要再动手？还是伤了人。侠士，上次我们认错了人，多有得罪。嘿嘿，不算什么。嘿嘿，哎，他真跟我长得很像，哎，难怪你们。哎哎，追追追追！玉儿，你还想逃？白石哥，我们这就带他到雪山去。娘，好，你们去吧。哎，我们的孩子，要是有这位少年侠士一分好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帮主，啊！哎，上座，上座。哎，我不是吗？长乐帮全部上下这次真心真意奉你为帮主。是啊，我不会做帮主啊，我连姓名也没有，我还是去找我妈妈去。哎，请帮主放心，我们几个人都熟悉江湖情形，一定能为帮主查明身世。只不知道老夫人住在哪里？我妈妈住的地方我也说不出来，我只知道。丁丁，哎，怎么把我截去了一半，叮叮当当变成丁丁了？你找到了你的玉哥，可是我，你是大仁大义的侠士，我暗中跟着雪山派和石庄主夫妇，他们把你夸得什么似的。叮叮当当，你有什么心事？我错认了你是玉哥，真不好意思。你已经找到了。那有什么用？过不了几天他就没命了。嗯，怎么会？你没听见雪山派的人说吗？他们冤枉他做了坏事，要带他回雪山去处死。都是你不好。嗯，我是你气走了爷爷，不然爷爷一定有本事把玉哥救出来。啊，玉哥要是死了，我也不想活了。啊，就算他罪有应得，可惜石庄主夫妇也要赔上性命。啊，那怎么会？怎么不会？石庄主夫妇只有他一个儿子，总不能眼看着人家杀了他，到时一定要动手，动起手来怎能敌得过雪山派人多？不行，我也得到雪山去救石庄主夫妇。他们虽然不是我亲爹娘，可是待我很好。一来你救不出他们，二来你要他们走，他们未必肯走。
就算雪山派不和他们动手，他们死了儿子一定伤心欲绝，说不定啊就从山上跳下来了。嗯，你别说下去了。叮叮当当，你可有什么好法子？办法倒有，不过怕你不肯。哎，我一定肯。你和玉哥很像，要是你肯替玉哥出头，他们一定不会发觉。那不行啊，我连话都说不好，不像他能说会道的。哎，我早就想过了，那我有一种药擦在你的喉咙上，你就不会说话了，人家只当你忽然生了疮，就不会疑心了。嗯，这样我就可以和玉哥远走高飞了。好，我依你。这药擦上去的时候很疼，你忍着点。哦。嗯。帮主，千万别上当，他只想救石中玉，骗你去做替死鬼。哎，不是的，我要是能救石中玉，就算我吃点亏也不要紧。石庄主夫妇和玉哥住在一起，怕玉哥逃走。哼，只顾自己冲侠义英雄，不管别人死活。石庄主夫妇在，那不容易。哼，我有闷香，他们高手云集，绝想不到有人会用这个。嗯，这是什么？人闻到了就会睡着的。知道出什么花样？白师哥，玉儿喉咙又红又肿，可不是假装的。叮叮当当，你真有办法，也真有这种傻瓜肯听你的话。嗯，这傻瓜相貌和你长得一模一样，可是讲聪明伶俐却相去天上地下。嗯，叮叮当当，那傻瓜昨天对长乐帮有大恩，我可以冒充他再回长乐帮去。说得对，这帮主可当得再稳也没有了。来，帮主肯做这把交易，那是本帮之幸。我连自己姓名都不知道，只怕不配做你们的帮主。你有名有姓，你叫石中玉。闭嘴！石中玉，你骗得过别人，骗不过我。啊！哎呀！啊！老伯伯，
是我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狗杂种。很好。你可知道狗杂种欠我什么？他欠我一条命。那不关我的事，我是石中玉。丁不三还是每天杀人？杀人又怎么样？你还不是一样杀人？我杀的人全是该死之徒。哼，那是你说的，被你杀的人可不那么想。谁和你这种小丫头做口舌之争？我和狗杂种之间还有一件事未了，可不能容你们乱来。走。世间，你怎么看出来他是石中玉？真的帮主给丁姑娘骗走了。那我们先照帮主说的地点找到老夫人，问明帮主的身世真相，就一定能找到帮主。就是这里。怎么了？你喉咙好了？就是这里，我记得就是这里，由这条路过去就是我跟我妈住在这个山上。孩子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刚才没说什么。你不是玉儿。我是啊，我是，我是石中玉啊。不是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说。我是叮叮当当叫我这样做的。石中玉呢？我不知道，是叮叮当当把他带走了。大家放心，天下虽大，也决定可以找得到他的。我跟我娘就一直住在一座山上，这是去那里上山的路。我记得，现在你们去找石中玉，我可要看我妈了。也不知道你究竟是真是假，我们可不能让你离开啊。白石哥，白石哥大喜，何喜之有？白石哥，侄女跳崖并未丧生，叫猎户救起，安然无恙。白石哥，这真是喜讯。石中玉这小子胆大包天，可也不能轻饶。好，全在这里。玉儿。狗杂种，我们走。谢居士，这位小朋友实在是少年英侠，不成才的是我们玉儿，你带他走为什么？我不理会他行为如何，这人反正不能离开我的身边。他曾将玄铁令交在我的手中，可以向我要求一事，若是在江湖上被人利用，我岂非糟糕？娘。孩子。老伯伯，我现在求你一件事啊。他做了不少坏事，就是因为没有人好好的来教他。老伯伯，我求你让他现在跟在你身边，由你教他怎么样改过向善。不要，娘，别让我跟他。好主意。谢居士，这玄铁令誓言可不能反悔。好啊，只要你们夫妇舍得。玉不琢不成器，我们相信谢居士。过来。娘。玉哥。走。玉哥。我叫谢居士带走他，教他学好，叮叮当当。夫人，他还是不放心，一定要赶上去交代几句话。我们承你不少情，你身世如谜，我想跟你去见见你母亲，弄清楚一件事。要真是如我所料的那个人，那他不同去也好，反正日后玄素庄见面一样。施庄主肯同我去，那再好也没有了。天性小女无事，
石中玉也有谢居士管束，我们这就告辞回雪山去了。帮主，我们总算追上了。你们还要纠缠不清？石庄主，我们受帮主厚恩，过去所作所为深自痛悔，长乐帮上下现在都真心真意奉侍帮主，绝无他意，此来就是照帮主所说的地点，想找到老夫人为帮主查明身世。你们能改过自新，这样用心也算难得，请跟我们来。好。哎，就这里。这里是我妈住的地方，一点都不错。怎么盖了这些古怪的房子？妈又到哪里去了？妈，妈，是狗杂种回来了。我是玄素庄石青，若是梅芳姑在此，请出来答话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把师庄主抓去？闻说梅芳姑是西方魔教公主，看三位头戴火焰赤鹰，莫非是西方光明三使？你倒有点见识。不错，他是青龙使者，这是朱雀使者。哦，那么阁下就是白狐使者了？正是。三位突然出手裸去石庄主，意欲何为？只因方姑公主对石青一片痴情，不肯回转魔宫，魔主孤领我兄弟三人来到中土保护，建下这座魔殿，今日裸了石青，自然天平公主发落。哈，妈。谁是你妈妈？你这个狗杂种，确实是石青和敏柔的孽种。哼，那天我送回去的是随便捡的一个死婴，这多年来我对石青已经情断意绝，现在有的就是报仇之心。你要是想救石青，就到玄素庄取了敏柔的人头来见我，我就把石青放了。要是不然，我把石青押回魔宫受炼狱之刑，一样杀到玄素庄去。我不但要取敏柔的性命，还要把全庄杀个鸡犬不留。贝堂主，我妈说些什么？孽种敏柔，我越听越糊涂。敏柔就是石夫人，她说帮主实在是石庄主和石夫人的儿子。嗯，所以你同那个石中玉这样相像，他要你去杀了石夫人才肯放石庄主。那怎么行呢？贝堂主，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攻进去把石庄主救出来。对，邱堂主，我们一起动手。给杀了魔教使者
别说杀一个人，就是杀上十个、一百个，也不过是家常便饭。连你这狗杂种一起杀了，也算不了什么。哎，狗杂种是我妈叫的，你怎么也叫我狗杂种啊？看起来你这个家伙胡乱杀人，不是什么好东西。Ah!
石庄主，这个梅芳姑怎样处置？由他去吧。